年嘅貨尾，我哋睇下佢有幾咁新淨。又換完一家下，就係地面站嘅 A7樓40米嘅，1秒1米40秒。我哋上樓睇睇，走廊幾新淨，三房套660尺，你好，打搞曬，哇，長型嘅廳，又睇唔出係7年樓，景觀真係幾闊 ，ASI 好靚。隔離就新鴻基樓盤，衝啊！個廚房好靚，U型，工作台面好多，景觀都闊啊！呢個窗同埋雙星盤設計 good 啊！啊，三個樓層，衝啊！嚟到第一間睡房。好方正，有个大窗，景观一样咁靓。浴室用淋浴，有窗嘅。第二间睡房都系大同小异。呢边就主人浴室，有窗嘅，用浸浴。呢边就主人房，佢哋研究紧。我哋转一转弯，一个过窗。另一边嘅景观都好鬼阔。这个嚟紧就有苏格喺啱面，1100换1200，系啊。呢边就两房，转入嚟就一个长型嘅厨房 ，L 型嘅橱柜，都几大。但系两房贵嘅。呢度有个对流窗，长型嘅厅，冲过去，外连一个露台。呢边望翻学校，临时房屋，贵嘅厅楼。浴室系咯，有窗嘅 good 啊，房够大。呢边就主人房，呢个市建局嘅楼。上到嚟一啲都唔觉得系七年嘅楼，三房就好抵买，两房我都系买翻契弟又好。今日嘅节目就咁多，我哋下期见。我而家身後面嗰個就新鴻基嘅盤啦，佢地價就17000幾，然後呢邊就啱啱落成嘅，所以我有拍片嘅，大家可以 follow 下睇一睇。度就南豐嗰個雙子塔，嚟緊下面會有 Sogo 嘅，就有一個大型嘅百貨公司。